大家一起来种树。OK， 杜总。新竹县101年植树节活动选在竹北文小时预定地，邱县长也亲自到场种下新竹县县树竹柏，发放1600棵树苗给民众。不少爸爸妈妈也特别带着小朋友一同参与，希望孩子能够从小培养爱护地球的观念。难得现在出太阳，然后又这边种树，那这里是国小的预定地嘛，然后想要带小朋友来种树，说不定以后他可以看到这棵树长大，他也有参与这样子，我觉得很好啊。耶，种树可以帮助地球节能减碳，又可以让环境更好，还可以做善事。种树爱地球，新埔镇企业主管在环境保护协会银发志工号召下，也跟着挽起衬衫一起种下大花仙丹、桂花等树种，要让新埔河滨公园绿美化工作更加完善。凡是在这里上班工作的人员都可以啊，大家来做这一些有意义的工作，维护我们这个新埔镇的这个环境，美化我们这个环境。环境植树节，邱县长呼吁大家一起种树，为节能减碳尽一份心力。希望新竹县除了是希望亮丽科技城之外，也是环保、生态、绿色的健康城市。